大家好，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。2023年12月刚刚过去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房产投资发大财。我们每月例行对尔湾周边地区市场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。过去的12月份现象总结如下：12月份市场表现非常微妙，表现出了多个方向的变化的趋势。从成交价格看，整个加州房屋成交均价和每尺单价均下跌。但尔湾的房屋成交均价和每尺平均单价均上涨，尔湾的房市再次表现出明显的抗跌性。尔湾房屋成交均价与每尺单价均创历史新高，但尔湾和周边地区房产上市交易时间比上月大幅度增加7天，达到了17天。房屋成交价格也比 listing 价格略低，为 listing 价格的 99.7%， 这是8个月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。从成交量来看，市场房屋供给与成交量均为历史新低。目前的高利率让买家贷款成本居高不下，但是市场也存在强烈的降息预期。详情请见下面具体数据，如需咨询更详细市场数据，请和我们联系。数据一：过去5年加州房产价格变化趋势。从整个加州看，12月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.5%，比11月下跌了4.3%。之前的5年每年都在温和上涨，以通胀率高，这说明房产投资是跑赢通胀的安全的投资手段。数据二：过去3年加州及尔湾房价走势图比较。从2020年1月到2023年12月，整个加州及尔湾独立屋及康斗的价格中位图，相比去年同期，整个加州上涨了6.5%，尔湾上涨了33.6%。相比上月，加州下跌了4.3%，尔湾大幅度上涨了7.5%。相比2020年1月，整个加州累计上涨了37.9%，尔湾累计上涨了99.5%。数据三：尔湾和周边城市森林湖、卡斯廷房价变化对比。相对于去年同期，尔湾上涨了33.6%，森林湖上涨了6.9%，卡斯廷上涨了0.1%。12月相对于上月，尔湾上涨，森林湖、卡斯廷下降。数据四：每平方尺均价的变化。每平方尺单价比去年同期，尔湾学区上涨16.6%，森林湖上涨6.5%，卡斯廷上涨7%。12月比上月每平方尺价格，尔湾略有上涨，卡斯廷、森林湖下降。数据五：市场上可售房源变化。这个数据显示市场上可售房屋数量变化。从2022年11月，市场上可售房源持续处于低位，比去年同期，尔湾下降了62.6%，森林湖下降了55%，卡斯廷下降了45.2%。相比较上月，尔湾、卡斯廷、森林湖房源都在减少，尔湾可售房源达到历史最低点，仅113栋。数据六：每月交易完成数量变化。以尔湾、森林湖、卡斯廷三个城市为例，自2023年1月以来，每月交易逐渐上涨，但8月之后交易量开始下滑。12月比上月，尔湾减少了34%，森林湖减少了24%，卡斯廷减少了7.4%。尔湾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.9%，卡斯廷下降了19.4%，森林湖下降了41.5%。数据七。过去3年加州及尔湾房屋销售时间，从上市到签约的时间，这是从2020年1月到2023年12月尔湾、森林湖和塔斯廷房屋销售时间。2020年1月，尔湾卖掉一栋房子平均需要40天时间，2023年12月为17天，比上月增加了7天，说明目前买家的热情比上月有所降低，也许是受感恩节、圣诞节等的节日影响。数据八：买卖双方的谈价能力变化。这是从2020年1月到2023年12月，尔湾地区各个最终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比值。12月成交的平均价格比卖家的 list 略低，为99.7%。这是从今年4月以来，买方终于有了一定的还价能力。数据九：不同卧室数量房屋的每尺价格变化比较。这是从2020年1月到2023年12月，尔湾不同房间数的房屋每尺价格变化。相比较去年同期，2间卧室上涨了5.1%，3个卧室上涨了12.8%，4个卧室及以上的上涨了29.6%。由此可见，3间、4间卧室是需求的主力。相比上个月，3间卧室下跌，4间、2间卧室的上涨。结论：12月尔湾及周边房屋价维持高位并上涨，但交易速度变慢，交易量下降到历史新低，8个月来首次出现交易价格比 listing 价格略低的现象。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，我们认真专注，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。我们反应迅速，排忧解难总在您左右。大家如有房产需求，请联系我。